今天就实现烤肠自由。67买了3斤前腿肉，今天咱们实现烤肠自由。先用凉水泡出血水，其实是3斤8两。葱姜拍一下切段，装进盆里，一把花椒加水。泡了2个小时的肉，还是老哈瘦，洗干净吃的放心。手工剁馅，前腿肉真的特别适合做烤肠，肥瘦均匀。换大案板来剁馅，保留一些肉的颗粒感。泡好的葱姜花椒水倒进来，一勺盐，一勺花椒粉，一勺十三香，半勺老抽，蜂蜜，天然色素红曲米粉，纯手工零科技，没有卡拉胶和大豆拉丝蛋白。打一个鸡蛋，来一点淀粉，用有劲儿的这只手不停的搅拌，搅拌到肉拉丝儿，肉眼可见有很多细丝。猪肠衣套进灌肠器，从头套到尾，最后给末端打个结，肉馅儿塞进来，塞满灌肠，肉馅儿灌到8分满。用绳子呀绑起来，牙签每一段扎上3个眼儿。吹风机风干表皮，风干之后剪开，大火蒸20分钟。时间到，哇！煎上几个肠肠，看我的无情铁手。纯肉蘸上辣椒醋水，辣椒呛到嗓子眼了，哇，太好吃了！醋不够，再来点醋，这个香醋美得很。今天煮的活络。碗有点小，量太大了。猛吸三口，终于见汤了。大家给老莫做的烤肠打个分，满分10分，6分以上帮我点个赞。再来一半蒜，真是太香了啊！今天就实现烤肠自由。而且还是自己做的健康烤肠。把人香的都不会说话了。吃不完可以密封起来冻着，这么多，可以吃一阵了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见了，拜拜。